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每日报道，感谢您的继续关注。今天下午，成都广播电视台全部11个播出频道频率，还有新媒体平台的数百名媒体工作者是隆重集会，共同向全社会郑重地宣布阳光零九大行动正式启动。3、2、1，揭晓。本次行动是成都广播电视台为塑造阳光健康的广播电视形象而自加压力，主动策划提出的。行动响亮地提出了倡导绿色节目、净化精神家园的口号，主动接受观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对目前广播电视节目发展当中出现的一些低俗、这个暴力、这个车祸以及不雅的广告等等，有更多的要求。公众对这个音频的净化、对声频的这个净化也有更多的需求。夏台长也对所有参与到行动中的媒体工作者提出了希望，要求我们所有的广电从业人员兢兢业业、认认真真，按照这个大行动的这个要求，全面提高我们的节目质量，全面提高我们的职业水平，以回报社会。启动仪式上，作为该次行动的形象大使的成都本地歌手张靓颖演唱了歌曲《我爱这城市》。在夜晚守望我梦想，爱我的心，就像你永远爱我一样。每日报道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靓颖。这一次非常开心能够回到成都来参与这一次阳光零九大行动。我相信通过这一次的活动，能够对我们不管是电视节目，包括所有的媒体，也是一个全新的飞跃。但所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可以看到更多、更好、更精彩的节目。谈到自己心目中的成都新闻节目，张靓颖说，成都的新闻真的是非常的民生，非常的娱乐，然后也非常的细致的进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那我觉得这也算是我们成都媒体的一个特点，一个优点。那接下来我相信所有的我们成都媒体的节目都能就像我的名字一样亮起来。